好了，随着裁判员行旗的一声哨响，这场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。穿着蓝色比赛服的是上海申花队，穿着白色比赛服的是武汉三镇队。上海申花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呢，是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攻。这回是埃德米尔森，埃德米尔森还没有取得赛季的进球呢。张辉传过来，球进了。而谢鹏飞远端的插上是非常的坚决，艾迪只看球没看人呢。艾迪想伸腿解围这个球，他以为他可以收腿了，因为门将已经在这个球的线路上，但是没想到身后的谢鹏飞从自己的盲侧插上。谢鹏飞打进的这个球也是上海申花本赛季的第一粒失球。哦，邓汉文来了，摔倒在禁区里，有没有犯规？裁判认为还是活球。这是刚才邓汉文突入禁区的那一下，看看反角度的镜头啊。这个球呢，确实邓汉文跟艾迪是有身体接触，所以在申花的阵型全部收回来以后，我们看看武汉奈何做出什么样的方法。这是埃德米尔森，两边根本支援不上进攻什么。嗯，哎，刘殿座他自己解围出现了失误，其实他前一脚向前出球就已经失误了。仅用一年的时间，从中甲就直接拿到中甲的冠军。打门，哎，马震跟谢鹏飞，马震因此呢领到了一张黄牌，行旗给了谢鹏飞跟马震，一人一张黄牌，俩人应该是语言上有一些冲突。然后直接转向球门，马震判断的非常准确啊，双拳把球给打出去。哎呦，这球裁判员没有吹，没有犯规。看看无锡分球，曹云定直接一脚远射。这个球呢，刘殿座准备的非常充分啊，就是一脚打门，球打的稍微正了一点。哎呦，顺进去了，看看朱建荣，朱建荣打门。哇哦，这一下朱晨杰呀，刚才有一张黄牌了，朱晨杰这个动作给不给？行旗面临着考验，看来他是不想掏的。斜线传球，线路非常清晰，打进来了，邓涵文，好球啊！马震毫无惧色，奋勇出击。本赛季的中超比赛当中啊，他凭借身高臂长，轻舒圆臂，把球揽在怀中。哦，戴维森横向拨了两步之后，直接一脚打门。好球，毕金浩，又是他抢到了第一点，1.90米的大个子，一脚远射，呼呼，真有威胁，迫使马震做出了非常艰难的扑救。又真是差一点点啊。张辉是右脚打左边翼位，整个武汉三镇都已经回到了自己的禁区前，传远端头球摆渡，球进了。毕金浩，这是成功的战术诠释，终于在申花不断的压迫之下，武汉三镇犯了防守上的错误，来完成了这一次的破门。毕金浩压住邓涵文，而这个时候华莱士根本就没看见毕金浩，毕金浩躲开了华莱士的防守，他向远端向后边靠，华莱士以为自己还能一转身摸到对手，但是没有了。申花队远端是有队员处在越位的位置上，但是他没有完全没有参与进攻啊，所以不是问题，不是出在远端越位的这个球员，关键就是毕金浩他的这个左侧肩膀是不是越位了。球员已经等不及了，让他自己去看一下这个球。主裁判哎，还是判了进球有效，进球有效。
这个查看足足查了两分钟啊，足足查了两分钟。从这个一比一的过程来说，上海申花会更乐于接受。补时四分钟到第97分钟吹停啊，也没问题，也没问题。裁判员已经吹响了这场比赛的结束哨。最终这场比赛，上海申花以1-1战平了武汉三镇。在实力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，上海申花用一种更聪明的方式，类似于田忌赛马的方式来打平了这场比赛，拿到了一个积分，避免了自己出现失利，同时保持自己连续3场的不败。